到了，太多了。点解唔俾佢唔用嗰啲咩嚟当一头兔上去啊？佢唔均匀噶嘛，要啲流先得噶嘛。我搏唔中呢个麦克。先试一下。哪里去？姜给放那种。你做的这个什么？但我怕它捕吃不到吗？先试一下嘛，不行再补了。是啊。知道，晒一下看能不能晒出来了。不行，大不了来补一下嘛。你知道我开始进到这里面来的时候，在地下是什么吗？这里垃圾堆嘛。不是。啊？你知道这个地下是哪？油腻的吧？哈密瓜都给吃了呀。啊！哎呀，不行就不要晒嘛，反正那里晒好黑一块。我抬到一个地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就没了。难怪不一样的。哪有这么细长的？我不知道呀。细长一条吗？嗯，那不一样的。那不一样的。那是哪个草？差不多了吧？2.5。这个缩短了吧？开寒了。我口水调吧，叫他怎么用啊？他一递过来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放，直接递过来。哇，怎么？怎么？不可以调嘞？怎么回事？差不多了哈。1.8，对。